难得嘛，你们两个人啊，谈谈，你还抱着姐姐睡觉啊？去谈谈。他有个表情，一脸无奈。谈谈也知道天冷了。搂着姐姐睡啊。终于磨合好了啊。整天打个死去活来的。从团团到家这几个月，第一次见到啊，这么温馨的场景是吧？难得不打架，还能抱在一块儿睡觉，太难得了。